点多，我们就要这边听到哔哔叭叭的声音了。我就问他，因为他们一天到晚敲来敲去，敲来敲去，我们就不知道确定是什么原因，什么原因，因为他每天都会有这种声音，但是今天的声音是异常的，我确定是有点像电线走火那哔哔叭叭的声音。一般他们都是这样，敲敲敲敲，都是在敲，又好像在切菜的声音。那今天的声音是异常，有一个房东，他租给二房东，二房东他又租跟他好像认识一楼的熟识，然后二楼那个二房东他又租给楼上那个四个应该是外籍劳工，非法逃逸的，因为后面有一台脏车是他们在使用，有一台脏车，现在警方在把他弄那个打钉子，所以楼上是外劳跑掉了。刚才我家回来，因为把他救下来之后，然后我那个消防人员是叫我们说，请他过来看，问他伤势如何。他过来说没事没事，赶快。他说他要买，我先说他要去买水，就跑掉。四个都跑掉了，都跑掉了。四个男的，女的。四个男的。那我们早上在7:33接获那个报案，那个在新宫安宅四街5号发生住宅火警了。那我们先派遣人车总共计9车21名警消还有9名义消到现场就进行抢救。那现场是一个外劳宿舍，起火点在2楼，那3楼部分有4名外劳在3楼阳台受困待救援部分。那我们出警的指挥官就是布水线上2楼，从1楼布水线到2楼部分进行抢救。那后续人员从屋外车上架梯，从外面架梯2楼架梯架到3楼，将4名受困的那个外劳救出之后，那后续发生了一个我们消防的一个受困的情形。那我们也启动我们一个自救程序，将人员救出。那后续的一些详细资料，可能要请检调人员再做一个详细的调查。